开始我们的直播喽。哦，刚刚没有开到声音。Hello， 大家晚上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Sharon、Fion， 晚上好，吃饱了吗？听到哦，安林讲听到。在我们在开始直播之前，我们先等多一下，等人进来了过后，我们就开始了。吃饱了哦，这时间应该也是吃饱了啦。这样子差不多有人数啊，这样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喽。So 大家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Tiffany， 今天 Javon 邀请我当今晚直播的主持人，所以在今天的直播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啊。大家都可以叫我 Tiffany 咯，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即将要毕业的大学生，也是正在从事以环球这份事业。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的 page 的话，我会 share 在这里我的 slide 啊。大家可以看到 slide 哦，看一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我的 page 是什么名字的话，有放在这里，是叫做 Tiffany's Healthy Life 啊。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我的 page 的话，可以去 Facebook 找。所以，这样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重点人物就是 Javon， 然后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要聊聊Javon 在这从事这份事业的故事还有经历。其实我们时常都会看到 Javon 在社交媒体上面的出现，对不对？不管是文案也好，短视频也好，还是直播，都会被他的说话方式和他的内容深深吸引，觉得他的 post 很精彩啊，而且哦，天天都会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他，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很努力在从事这份事业。那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很好奇，为什么他会开始这份事业呢？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奇吗？大家其实应该都是很好奇的啦。所以哦，大家都会像我一样很想知道 Javon 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请 Javon 来帮我们解开我们的好奇心。Hi Javon， Hi，Hello，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Javon。Hi Javon， 这样在开始之前，你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了解一下你吧。可以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von， 大家可以叫我金文。我今年25岁，然后我是来自深美兰州的马口一个小镇，然后我是来自小康之家。我呢有4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那么其实我在念完小学过后呢，我就离开了这个小镇，到马六甲，距离1个小时的路程，到了马六甲去读独中啊，所以就是开始了6年的这个中学生活了。然后读完这个中学过后，就去到 KL 继续我的大学生活，4年的大学生活，所以是跟我姐姐同一个学校，跟我姐姐同一个科系。哦，原来你中学就已经开始离开你的家乡，去到别的地方读书，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读书，这样你从小就很独立哦，你真的是很厉害耶。对呀，其实这个就是我比较特别的一个经历。
哦，真的是很特别。那么 Jaybird 是什么原因，还是有一个发生让你开始从事这份事业的吗？其实哦，我是第二代呀、啊。我在小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营养医学，从小就已经有开始在吃营养医学的食品，所以我是因为我的母亲而认识到乙环球的。所以我从小都一直有跟我的妈妈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聚会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中箭头指着的就是我啊，大家有看到吗？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哦。大概幼儿园，然后几年级的时候就已经一直有参加这个活动啊，是很开心的。哇，你小时候很可爱耶，还戴一个眼镜，真是很可爱。是啊，其实，在大学生活、大学时期哦，就已经开始参加很多 EVG 系统的活动、会议，而且我还有机会哦，跟我妈妈到香港啊，参加这个一环球的周年庆啊，印象很深刻。那么在过程中呢，我最记得就是参加成功大会，第一次参加，那个感受很深啊，因为每一个讲师的这个分享哦，都深深吸引着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哦，我就已经跟我自己讲，我要做乙环球，我要自己创业。哦，原来你小时候就已经知道营养免疫学啊，很羡慕你耶！如果我小时候就已经知道营养免疫学，知道一环球这个大家庭的话，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正能量。如果我从小就知道的话，就可以像你一样参加很多活动，还有聚会，甚至还可以可能去香港，一定是很开心的。这样的话，我很好奇哦，你是毕业，对，因为我刚刚有看到这个。comment 有人讲啊，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么没有选择去上班？就我这个问题也是有问到啦，就是你是自己开始去做工嘞，还是你直接就开始从事这份事业啊？其实我是一毕业过后出来就已经开始这个创业，开始一环球事业。其实我是从中看到我现在跟未来最大的趋势，也就是网络。所以我还记得我参加 EVG 的课程是国际研讨会，我听到很多很多实践讲师的分享，所以我听进去了。那时候我就满怀期待，信心满满。我回到家，我就开始录制我的第一个视频啊，也就是营养医学的教学。然后我也很坚持每一天做文案，然后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恐惧，也没有犹豫，没有任何的害怕，我一心只想要做好，所以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如果大家想看回哦，这个第一个发出的视频哦，大家可以 search 我的 YouTube 看一下这个经典之作。对对，我有看过你的第一支影片，就是在那个 slide 里面的，也是有，就是那些我都有看过，那些影片就已经很精彩、很厉害了诶。因为你有讲到你其实拍视频啊、做文案啊，都是没有恐惧的诶，是叫你有面对什么其他的挑战？有，其实一开始哦，第一次拍视频哦，NG 了超过100次都有啊，算不清啊，无数次啊。我相信线上哦有拍过视频的人哦，就会明白啊，因为完全没有经验嘛，然后突然间要面对镜头哦，一直讲话哦，会很怕，然后会忘稿啊，所以一直尝试，一直尝试，一直 try 哦，然后就是一直重来，重来，再重来啊。然后我当中是没有放弃过的，所以就坚持推出了这个新鲜的视频出来。是是是，拍视频真的是会 NG 很多次的，因为我也是有试过，而且哦，如果不要有杂音啊，其他的那种不好听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掉冷气机，关掉风扇，有时候还会很热，还会流汗呢，真的是会感受到啊。对，有时候还要骂家人啊，因为我们要很安静的这个环境，不能够有杂音啊，所以就很像现在我们在做直播，我们也是要跟全家这个在家里的人讲一轮，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吵，只是短短的半个小时。其实还有哦，我还记得就是EVG 系统跟这个我的事业伙伴们哦，就开始鼓励我们要在线上哦开始做 live 啊。也就是像今天这样子的一场 live 啊，其实当初哦，我内心是很多拒绝的，很不想要的，因为
大家都知道哦，视频哦，它能够一直重来啊，不满意我们就重来，然后我们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我们可以 edit 啊，所以可以把它完美的呈现出来。但是今天像这种 live 哦，我们是一 take 过啊，我们就是要准备很充分，然后我们要心理准备，要心理建设要很强大，才能够就是完成一场 live 啊。所以其实 life 对我来讲哦，这一块很陌生哦，很怕，就是因为恐惧，所以拒绝，然后很多的害怕。但是其实很感谢我的事业伙伴，他就是陪伴我做了第一场的直播，然后他也一直鼓励我们，就是要开始，所以克服了这个恐惧，然后也开始了第一场的直播，到现在已经是过百场的直播了。对耶，原来你以前也是会对 live 有恐惧啊，因为现在每一个星期看到你的 live 就觉得你很像有恐惧这样子，就觉得你很努力去克服，真的是很佩服你。大家你们是不是也觉得 Javon 很努力啊？谢谢。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哦，我还是有面对到一些的问题的，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啊，没有到社会去工作，所以哦，在跟人家交流当中，跟人家连接当中哦，会有恐惧，会有障碍啊。其实一开始哦，人家 PM 我的时候哦，我会把自己当作是客服啊。大家知道客服吗？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广告，然后我们按这个 link send message，然后过他就有很多给我们选择，然后一点这个他就跳这个出来，一点那个他就跳这个出来，就是一个系统化的这个回复，也就是叫客服啊。对，我知道，像淘宝这样子的客服，就是你会先有自动的回复，然后才会有真正的人才出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样子就是觉得很没有交流的感觉啊。然后我知道那种没有交流的感觉哦，就不舒服啦。我应该也知道，觉得大家都知道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像客服这样子，完全没有感情，然后完全也没有关心的在回复对方啊，所以我也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了。然后人家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我就不懂得关心别人，我也不会关心别人，不知道怎样关心别人啊。所以到过后哦，上了课程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关心对方，我们要把对方的问题啊，当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来感受对方的痛苦，感受对方的无助，我们才能够给予他最大的帮助和解决方案。所以当中我学会了怎样爱人，就很像爱我们自己的家人跟身边的朋友一样，所以是很真诚，很真诚的去关心对方。觉得你讲得很好耶，我们真的是要用我们的真诚去对待别人，去关心还有去关怀别人，不管他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顾客还是陌生人都好，我们都是要用我们的真的就是真心的真诚去对待。Javon， 这个道理哦，你是在 EVG 系统里面学到的吗？对，是在 EVG 系统里面学到的，也就是性情教育教会我的。哇，这样子 EVG 系统真的是很好哦。其实我也是加入了几个月啦，我也是在里面成长了很多。那么 Javon， 一环球是有什么价值让你全身投入这个事业的吗？因为其实啊，有人留言讲，你只想知道你的推动力啊，就是这个一环球的价值。其实呢，我因为一环球它符合了这个三大趋势啊。大家知道是哪三大趋势吗？应该就是健康、美丽、赚钱的市场，对不对？对对对，是这个三大趋势，也就是健康、美丽和赚钱的趋势。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健康的这个趋势哦，它到底是有多大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哦，这一辈子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追求幸福的。那么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有健康，有健康我们才会有幸福啊。但是随着现在哦，疾病哦越来越年轻化，大家有看到新闻啊，
不管是这个病毒，感染病毒也越来越年轻化，癌症也好，心血管疾病都好啊，每一个疾病都在年轻化。那么其实哦，很多人哦，像我们这样子的年纪哦，就已经面对到很难受孕、三高、一直时常生病感冒的等等这些问题啊，真的是不敢想象哦。我们现在二十多岁就这样子哦，未来五十岁啦，健康它又会是怎样的？再加上现在疫情的发生哦，其实我身边很多人确诊啊，大家觉得确诊可怕吗？线上的朋友们，大家觉得确诊可怕吗？嗯，一定是可怕的咯、嗯、有什么不可怕，疫情诶，就是确诊诶，会对健康有影响。嗯，对，但是其实哦，这些确诊者啊，确诊康复者跟我讲啊，确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面的后遗症啊，真的是影响很大，也很可怕。嗯，身体被破坏到很严重，所以这个健康市场哦，它很大。而我的使命呢，是传播正能量，让我的身边的家人们、朋友们可以知道怎样去预防疾病，怎样可以从年轻开始照顾和维持健康。对， Sharon 也是有讲啊，健康是唯一耶，原来后遗症才是最可怕的。对、嗯、那么其实第二大市场就是这个美丽的市场。那么 Tiffany 你爱美吗？爱，超爱。线上的朋友们，你们爱美吗？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爱美啊，都很爱漂亮啊，因为我们每一天早上哦，我们会照镜子，我们出门前我们会照镜子，我们出到去哦，我们上厕所我们也会照镜子啊，我们除了会注意自己的这个仪容啊，我们还很注意自己的皮肤，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啊。所以如果今天哦，我25岁，然后如果我出门哦，有人叫我安迪哦，其实会生气嘛，大家25岁这个年龄会25岁就被叫安迪，我想象不到，真的。对，其实对方也不是故意的，但是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样子有点成熟，样子有点老化，所以才会发生这件事情啊。嗯，所以其实哦，如果我们出道去哦，被称赞很年轻呢，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呢，其实我们会很开心耶，尤其是同学会啊，我这个年纪同学会其实就是25岁还很年轻啊，但是我的父母亲呢，我的爸爸妈妈哦，最常哦就是被人很惊讶的问到，怎么你们两个十年如一日的，然后样子跟状态哦没有变过的耶，就很像哦时间停止了这样子啊，因为他们今年已经是52、53岁啊，所以让人非常惊讶，十年如一日了。所以其实我们不管哦到了几岁哦，我们依然都是追求年轻，依然都是追求漂亮和美丽啊。嗯，所以就算是我爸爸一样，被人家称赞也会非常开心。嗯，所以其实就我阿妈、我自己的婆婆、我的外婆也一样啊。所以这个美丽的市场哦，它是没有分年龄，也没有分男女的。真的耶，大家都是很爱美啊。我的妈妈每次都会问我，你觉得我像几岁人？你觉得我像几岁人？就觉得她真的是很爱美，就是真的是有这个爱美的市场。对，那么第三大市场呢，也就是赚钱的市场。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哦，从毕业出来，我们就会开始赚钱，我们就会开始自己生活啊。一开始哦，自己赚，然后自己花哦，哎，很开心哎，是不是？对，自由自在哎。然后到后来哦，哎，一个人赚，哎，两个人花哦，因为有另外一半了嘛。那么到后来哦，组织家庭了过后哦，一个人赚，五个人花。有时候甚至是6个人花，所以其实哦，养一个家，养一间家的大大小小啊，就很像赚钱，就很像一桶水啊，一桶水它在装啊，那个装水是怎样的装？是一滴一滴在装啊，我们的这个薪水，我们的这个收入是一滴一滴在装啊，但是用水的人哦很多哎。装水的速度很慢，但是用水的人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家里每一个人哦都要用哦，其实用出去的水哦就很像泼出去这样坏，所以很多人就会面对到负担很大，
很辛苦的这个困境。那么加上哦，通货膨胀，我相信大家都一直看到通货膨胀的新闻啊，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程度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额外的收入哦，真的是不行啊。所以对我来讲哦，最好是美金收入啊，最好还是美金收入。那么其实哦，500美金啊，大家知道500美金哦，就有多少的这个马币收入吗？至少2000对吗？对，5000美金就有2000的马币收入了啊。所以其实赚钱市场哦，也是人人都需要的。真的诶，就很像我哥哥会讲啊，不想要结婚啊，因为负担太大呀，就真的他会算啊，就是觉得很像很快就用完那个钱，所以我们的钱不要一滴一滴流，要快快流。所以哦，就除了赚钱的市场，就很像有学员讲的哦，健康就是唯一嘛，所以有健康的市场。还有 Chloe 也是有讲到，有保养跟没有保养是不一样的嘞，所以哦，大家都要保养，所以有美丽的市场，所以大家都是想要的，全部美丽啊、健康啊、财富都是大家想要的。这样子你这样说，我真的是对一环球真的有很大的信心耶，因为我不只是可以帮到自己，还可以帮助到更多更多的人。那么其实我们说付出越大，然后结果就有多大嘛，对吗？然后 Javon 在这份事业也是付出了很多，相信他的收获和结果也是会一样一样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下星期的 live。Stop train。让大家看到我们大一点。OK， 这样子大家一定要留守下星期的 live 和今天的 live 是同一时间，因为下星期我们会分享 Javon 在一环球这份事业的收获。因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晚上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我们就下星期见，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留言有什么。有人讲马币越小越来越小，不好用，真的真的是越来越小哎！每天看到那个 currency exchange rate， 真的是觉得算了啦，然后就要像开水喉咙这样子越来越大，对啦对喽。所以啊，我们就是要赚多多的钱来养我们的家人，然后养自己，可以变美变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下星期来讨论看，还有分享 Javon 的收获是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下星期见，谢谢 Javon， 谢谢谢谢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晚安。大家可以帮我们按 like 跟 share 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谢谢，拜拜，拜拜。